中午好，中午好，傅伟中午好。我要用这个。Hello， 中午好，你开了？我会去坏掉了。对。Hello， 傅伟哥，十一点才吃早餐，不饿。我现在要吃中餐，然后我还没吃中餐，现在才要吃。吃八方，很脏。Hello， 加速。Hello， 傅伟，谢谢你的签到。嗨，陈，欢迎。六月女神威哥，欢迎。哎，等一下，有卫生纸吗？啊，刚刚买的。八方，对，我今天吃八方。下午好啊，嗨嗨，桃瓦哥 ，hello， 嗨，桃瓦哥，嗨，梦幻逸璇，欢迎，恩姐妹欢迎，老公欢迎，水泉欢迎，谢谢加速的真情告白，谢谢 love you， 呱呱欢迎。维尼欢迎，俊颖中午好，嗨，呱呱午安，呱呱午安，呱呱呱呱呱，小仙女，阿丽今天是小仙女，谢谢，阿飞欢迎，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我这首歌我知道哎，小时候很喜欢唱 ，Hello， 啊哈，去吧，没有什么了不起，这首歌叫什么？什么胆小鬼吗？还是什么鸭子？鸭子吗？还是什么？变成心动的欢迎阿飞，谢谢你的鲜花。哎呦喂呀，中午好！等我一下，我去拿那个纸巾。等等我，好了，嗨 ，Hello， 鱼尾狮欢迎我回来了，鸭子对，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啦啦啦啦啦 ，Hello 小叶 ，Hello 鼠仔欢迎 ，Hello 玉安欢迎 ，Hello N A N 欢迎。柠檬午安呢、啊？今天吃八方云集的原味锅贴，然后吃一个泡菜，喜欢吃泡菜。草莓奖欢迎，卡丘午安，天天欢迎，八方我超爱，我也超爱，爱到不行。我家没附近没人玩，可是我叫福片达就有了，叫福片达就出现。卡车谢谢分享 ，Hacky 欢迎，大师欢迎。从我家距离要十分钟吧，十到十五分钟。Oh my， 欢迎大师欢迎，切尔东欢迎，阿丹欢迎。以乐欢迎以乐，等等去买四海当中餐好了。四海游龙是离我家比较近，八方比较远一点。但我今天想吃八方。方，谢谢。萱萱欢迎 ，H E L 欢迎。好吃，我水饺也喜欢，但我今天想吃八方，比较大，锅贴比较大，水饺比较小。嗨嗨，季风亮，
我用叉子，对，跟泡菜一起咬，就是泡菜锅贴。Hello， 大唐欢迎坤坤之选的蓝色芋圆棒，吃起来。柠檬，谢谢你的巨蟹宝宝。我是用叉子，只是这个很像汤匙。怎么那么好吃？玉米跟辣味好吃，我不敢吃玉米的。戚风亮，谢谢你的新秀票选选票了。对，儿童的那种叉子，可爱吧？这种很方便哦，可以喝汤，然后又可以插东西，就很方便，其实挺方便的。Only 欢迎。勾魂水符，欢迎！哎喂呀，浓汤，我今你是说玉米浓汤哦？我也说里面要加玉米，就锅贴里面加玉米，或是玉米水饺，那个我不太敢。但玉米浓汤我喜欢。司马山，欢迎！林三林，欢迎哦！D I R U 欢迎。BONN 欢迎，莫里斯欢迎，贝拉拉欢迎，真的好好吃哦！就是每次直播，然后就想吃东西，边吃边跟你们聊天。看我头像，在吃八方，哇、哦，好可爱！是昨天的。皮卡丘 ，Hello， 人和小朋友，欢迎，莫名其妙，欢迎，名字好酷。Hello， 信又凡，欢迎，繁星，欢迎。哦哦，八方的锅贴配珍珠炒手，超赞，真的吗？我不太会吃炒手，但是。你也推荐我，也可以下次吃吃看，这样子。等一下，等一下再用东西，等一下哦。哎，我刚刚是怎么用？忘记。想起来了，昨天祖祖说他讨厌八方，真假？小猪耳朵欢迎，空白欢迎，真假？原子族不喜欢，傻眼，小易欢迎，令欢迎，但我其实都喜欢，四海跟八方都喜欢，哎呦呀，欢迎又回来了，其实我都喜欢哎。就是只要是锅贴有锅贴有水，哎，你们知道那个什么台北有一家很好吃，叫什么海之味啊？我问小姐。啊？台北很厉害，那个叫海之味。巧之味。啊、巧之味，巧之味很好吃，它的水饺很好吃。你前为什么四海你吃很腻？要不要就在你家旁边吧？小何欢迎，一凯谢谢分享，婷蕾欢迎 ，CJ103 欢迎，谢谢一乐追踪，双言欢迎，一凯欢迎。他说他曾经吃了一整年八方云之的哦，真的假的？我跟他说，等一下赖他跟他说，直播下线我就跟他说，听说你讨厌吃八方是不是？听说就是这样骂他，那么好吃不喜欢吃。小何欢迎，李林嗨嗨欢迎，当兵的时候每星期都吃 ，Oh my god。其实每天吃是真的就是很腻，
就是每天吃几个礼拜还可以，可是几一年的那种就是太夸张了，就不太喜欢。早安呢、啊，保护队，我想吃，可是香港吃八方不便宜，真的吗？很贵是不是？嗨，欢迎，我真不知道哎、欸，你这样跟我讲才知道。恩姐妹，欢迎。谢谢恩姐妹分享直播间，古飞扬欢迎 ，Hello Hello 欢迎，古早味欢迎，古早味古早味 ，Hello 伟宏欢迎 ，Main 董欢迎，午安啊，早味古早味，我很喜欢吃古早味。什么豆花什么什么的那种，就是以前的味道的那种古早味。Hello Happy Love 欢迎，我蛮好奇你约他吃八番他有什么 反应。嗯，不知道耶，下次约他好了，你再好主意，下次可以约他吃。他真的饿的话，逼他吃，买去他家吃，他应该也会想吃。因为刚好看到古早味，说到吃，就是很喜欢传统豆花，以前传统的东西。你们都吃饭了吗？哈，欢迎点点点，欢迎！你们吃饭了吗 ？Hello， 顺义，欢迎！Hello， 克里斯特，欢迎！阿鲁，欢迎 ！Luca Love， 欢迎！还没吃？十二点了，一点了，怎么还不吃饭？他说他成甲文，哎，他成甲。闻到八方就想吐笑死，是真的啊！如果你一直每天吃那个，你真的看到它就是想哦，快要吐这样子。Hello， 阿如，曾经 OK OK， 曾经，以乐欢迎。可是我可以每天都吃吐司，我也不会对它很腻。今天就懒得，有点懒得吃，吃饭还有懒得吃吗？天哪！吃饭还懒得吃，那这真的是不行啊！我跟你讲，我再怎么懒，我是一个很懒的人，但我吃饭我绝对不会少。中午好啊 ，Luca Love， 单水单欢迎，中初会欢迎，这两个名字怎么那么酷？单水单初中会欢迎。是大片的泡菜。嘴巴很大，我没在管吃相。浅浅欢迎，为什么请假？对了，娇娇。娇娇是在哪里工作？他不是做寿司吗？他是做什么？我今天开到，3:30，藏寿司哦，他是做藏寿司哦。我昨天去吃那个寿司郎，然后我就想到，对，娇娇是做寿司的，藏寿司跟那个。寿司郎，我没有要去找他，我只是昨天吃寿司想到，就是刚好想到他哦，他是做那个做关于寿司的，因为其实我最近就是蛮想吃寿司，然后昨天就去吃了，我姐姐就带我们去吃好吃的寿司。而且是因为通常我们偶尔会去吃蒸鲜，然后寿司郎跟藏寿司，对，藏寿司可以扭蛋，就差不多价钱，他们价位都比较高一点，就是
可以称得上是说大餐，然后那个什么蒸鲜就可能是那种小吃，没有，就是那种也是也可以说是大餐，但是它的大餐小一点，因为它比较便宜一点。那我希望我能遇见他，如果可是通常他们那种工作不是在室内吗？做厨房的不是就是室内吗？如果能到他的门市，就是很巧刚好到他的门市吃，那我觉得真的是太巧了，你们请都没问题，不要这样子，等我赚大钱了请你们了，开玩笑，等我毕业赚大钱，应该是没办法赚大钱，开玩笑，希望可以赚钱，然后如果在哪里看到你们就说哎，请你们吃，对，不是问题，在路上遇见你们，找我们去吃，请你们吃，谢谢阿力请客先看，那也要我们有机会遇见，就是碰面，碰到面，我就会跟你们说，来，你们想吃冰是不是？找我们去吃冰这样子。但也要先等我赚大钱，可能还没办法，要等我有赚钱。Hello， 思源。期待阿力成为富翁。嗯，富翁是没办法啦，但就是可以，就够用就好，可以赚的够用，然后还可以请你们吃东西，那就好。不要到富翁，我不敢想。Hello， 鼠牛虎兔龙蛇马，龙蛇，它就叫蛇。要是阿力请我们，我一辈子运气都可能都用完了。因为我前阵子有看到那个，就是大陆现在不是都会就是在机场接机吗？就是接他的偶像，然后拍照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女明星，就是刚好她在买冰淇淋，然后她的粉丝就给她拍照嘛，就跟她聊天这样，因为刚好可以有机会碰到偶像，当然有机会赶快拍照，赶快跟她说话这样。那大概她旁边有大概就四五个粉丝这样子，然后她刚好在买冰淇淋，她就说：“你们要不要吃冰淇淋？应该很热吧？一起啊，我请你们吃，你们要吃什么？”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棒，太棒了，这种明星真的是大赞，给他一个赞。就刚好看到他们粉丝就 po 一些视频影片那种，然后就看到，然后我就觉得等我赚到钱，那我一定，如果你们在我旁边，我就会跟你们说，来去吃东西，去吃东西这样，或是买水给你们，因为你们那么辛苦，还要带着那大相机啊，然后大热天的，然后在那边追偶像这样子，太辛苦了。点欢迎一罐就好，一罐是什么？一罐就是一盘吗？玉超，谢谢你的 love。嗡嗡有钱会变嗡嗡富翁，那你要问嗡嗡，你要问嗡同学，你要问我。希望他也可以变成富翁。他先请我吃饭，不多啦，就请我吃个12锅。12锅对我来说是一个。大餐，是个好人，真的是个好人哎、欸，大赞哎、欸，真的是，就一个啊、哦，就一盘呢。你们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什么？就是去寿司店，我都点那个鲜虾的那个。我不会吃什么生鱼片，我就吃鲜虾。林庭仁，欢迎，好久不见了，林庭仁。那我也要吃到阿丽的请客，嗯，恩姐妹就算了吧。
韩国最近几年都流行什么？逆应援，那是什么意思？令欢迎，一二三欢迎 ，K 欢迎，先生好词，对我也都喜欢。我昨天在忙，没来没关系，没关系，林庭仁，你今天有来就好。如果你这几天都没来，我就可能会失望。可是你今天有来就好，明金欢迎，像娇娇打屁股，他就不要来最好，没来看一下，不要跟他说开玩笑。但他也是很辛苦，都要上班，然后没办法看我直播。谢谢庭仁的 love。Thank you， 喝个水，我去拿水。呛到，我是呛到，不要担心，我呛到。不能是空白，欢迎明金，谢谢分享。林庭仁，谢谢 love， 这是偶像为粉丝应援哦。罗嘎斯啊，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这样很好的，就是一种回馈，但就是一种，我觉得我的心态可能也会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们太辛苦了。猪欢迎，今天我四点才上班，可以看完直播耶。Yeah!今天我也大概播到三点半，刚好你去，谢谢加速的啾啾你哦。阿丽比较辛苦吧？不会啊，我觉得跟你们聊天是一件一点也不辛苦的事，喜欢直播又喜欢跟你们聊天，然后公司的练习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所以而且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练习，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多成员们一起的话，我觉得就是很开心。因为我就想偷懒一下，可能玩啊，就是可能偷聊天什么的，至少有人陪着你，其实就会觉得说很好玩，这样子就是就会觉得幸好有这些成员们的陪伴，不然其实一个人的话，我应该也是不太可以，因为我就是很希望旁边会有一直有人一直有人一直有人的那种，不想要旁边没有人很孤单。我也觉得直播的人比较辛苦。不会啊，你觉得我现在很辛苦吗？我现在在吃饭，你看，然后坐着吹电风扇，然后你们还可以给我领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跟我聊天，我也不会无聊，是吧？就觉得哎不错，挺不错。刚开始觉得说哦，直播要直播，刚开始进公司的时候就是有那个说要直播的时候，其实我当下会觉得说，因为我以前没有玩过直播，但是就是偶尔会可能在 IG 上直播，之前还没进公司的时候就觉得说就会跟我的朋友聊天，用直播聊天，可是后面就觉得说其实直播会不会很尴尬，我刚开始会啊会不会没有人理我，然后我自己在那边尬聊不知道在干嘛，没人理你，你闭嘴，然后就是怕，就是想到这些，然后就觉得哦啊要直播哎，好烦哦，这样，结果没想到哎，其实很好玩，可以跟你们聊天这样。看到别人摆深水的莉莉的照片很漂亮，谢谢。啊，不用买深水针啊，你看到我本人就看到我就哎就知道了，还要买，很麻烦的，没有人看一下，用电脑版是不是？都没勾勾啊，哭！为什么？什么没勾勾？用电脑版就没勾勾吗？你问他们，我也不知道。谢谢保护队的 love you， 明金谢谢分享。哎，等一下，我先猪欢迎。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的留言，看到哪了？我觉得不会累。除非真的是每天一直播一直播，那才会累吧。怕寂寞，对，怕寂寞。Happy Love 欢迎，电脑版一定断钩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永远不会，你在我心中你永远都有那个勾勾，就是你被打勾了，就是你很好，你很棒，你来看我，你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勾勾，好不好？没事啊，你名字没有没关系。法兰克欢迎，我看你第一场不错啊，
哦，我就是怕，我就是怕尴尬。但是我觉得第一场直播之后就觉得，哎，开心。午安呢，保护队，不用怕，我们都会理。不过来大家都会陪你的 ，OK， 我知道啊，小风仔。所以我现在觉得，哎 ，OK， 很开心。姐姐讲话很大声，她很烦，不要理她，她都会吓到我。我怕他们吓，我怕她吓到你们。Yo， 你看烦死了。你小声一点，有些人都会戴那个耳机。Lemon， 欢迎。JQ 欢迎，振东欢迎，俊宇欢迎。你们让我尴尬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要自嗨，自嗨型。向姥姥欢迎，一包五张吗？你问他们，我真的很不懂哎，好像是吧？很棒。Hello， 星宫梅欢迎。什么刚刚没送出跑到这里什么意思？企鹅欢迎呢，代代欢迎，繁星欢迎。二其实也是有个害怕尴尬的结果，第一次直播变成开车现场，谁中汪汪吗？帅风风欢迎。 Hello 陈诗明欢迎，中午好。浩毅欢迎，不会忘记指定阿丽跟零一吗？阿力跟零一前辈吗？啊，好开心！开车那个超经典，看萌萌，旁边是姐姐，没错，她很烦，她一直在烦我，现在没有办法，她会无不时发出一些声音，所以你们要预备心情，就是准备好，不然等一下她突然大叫。Oh, yeah. 阿哲欢迎，今天生日的阿哲，今天你生日吗，阿哲？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阿哲，姐姐龙嘎叔啊，不用跟他打招呼啊，超死。嗯，是阿哲生日啊！我来唱个生日快乐歌好不好？好，我来唱。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阿哲生日快乐，祝阿哲生日快乐，生日快乐阿哲，你不要吵啊！姐姐是不是在玩自己？没有，她在用音乐，不要理她。生日快乐啊，姐姐好！我也没有一直在玩，我祝李恩之前 love 阿当，姐姐是不是不受控的直播音效机？没错，她就是那种啊。他就是那种明明没他的事，他硬要出现，就是我也不懂，就是很喜欢沾边，吵死了。朱莲，谢谢你 love。嗯，买八包我都会指定阿丽，三包都指定阿丽，也太多了吧？所以其他五包就指定猪猪嘛、嗯？开玩笑，我猪猪，开玩笑的啦。阿哲，祝福你呢。祝福你每天都要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哦。然后要常来看我哦。这是你的愿望之一，没有，这是我的愿望之一。开玩笑的，姐姐的娱乐是闹妹妹，她是骂妹妹。哈哈，姐姐很吵，我亲姐姐也很吵。姐姐好凶，哎呀。他不凶、欸、我是被骂的、欸、姐姐唱得真好，他说这样也唱得真好，我真的是傻眼，我真的觉得你们是耳朵有问题，他根本是敷衍人的、啊、怎么是好听呢？他们都是懂音乐的那个吗？懂音乐你个头啊。北恩神退欢迎，福利好，我马上福利好熊福利，我马上就去公所改成今天生日。没有啊，你平时你可以跟我说你什么时候生日啊，快点告诉我，空白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生日吗？谢谢北原神推的新字冠，谢谢你，莉莉唱的比较好听，谢谢，这就对了，你真棒，北原神推，谢谢你的新字冠，对，被阿丽祝福真好。你们也可以
就是我也可以祝福你们。昨天听你们唱《与我无关》，马上中毒啊！那首歌真的很好听呢。那首歌真的好听，怎么唱？与我无关。嗯，与我无关副歌。你不是叫我不要吵？好了，你不要吵，闭嘴，谢谢。突然大家都生日，对啊，你们不要。等一下，好，大家都生日快乐，全部都给你们，祝福都给你们，好不好？全部生日快乐歌都给你们。我是你们的礼物，礼物请接收。好好好好丑，我怎么那么丑？阿哲，你们家里有庆生？你们今天要那个吗？庆祝，就是晚上会吃蛋糕吗？切蛋糕 ？Solo。开始的清新交谈，沦为平淡，怎么唱？开始的清新交谈。平淡是吗？我练，我下次唱给你们听。班长欢迎林庭仁，你去改大头贴啊！你接收了，谢谢林庭仁。尼哥欢迎大头欢迎，好看哎，你觉得真好看。我刚才想说我刚才好像有点蠢。威尔森欢迎，你知道我刚刚觉得我自己很蠢，蠢爆了。班长欢迎。不会，不要，谢谢。你下个月生日，陈，你下个月几号生日？七月几号？我很诚实，不会骗阿里。谢谢加速。林庭仁是八月几号？每天都是我的生日。Hello， 龙梅，欢迎。七月十六，哎，跟我朋友好近呢、啊。七月十三，那十三还是十四？忘记了。不是全是天然的 ，OK， 谢谢。谢谢空白，这个是成长，谢谢你们。其实没有过生日的习惯哦，真的吗？其实我也是，我们家没有，我没在切蛋糕的。就可能朋友会送一些可爱的小蛋糕，就是那种。小的那种，像我一样可爱。刚刚有人讲话吗？耳朵有点痒。你耳朵还掉了。你的朋友是肉肉七七吗？不是。对不起吗，安姐妹？我明明就有祝福你。啊！你还敢说？六月二十一可以去看阿丽。六月二十一是什么日子 ？Mini Con 什么？是吗？你知道吗？我就是要手机在身边，我要行事历在身边，我才会记住时间。因为我平时时间太多，排太多杂事，乱七八糟忙的杂事，所以就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你问我直播时间啊？哎呀，明天啊啊几点？或者是说下礼拜哦，我什么时候要工作？哎，生日会什么时候？几点都要看一下行事历，要先看一下行事历才知道几点。浪客四五一六六四一，欢迎。你也是八月哦，八月很多人呢。八月七号是林庭仁，不过晚上应该去买个蛋糕吃，买给自己吃。好，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是不喜欢。别人买的蛋糕，因为有时候你不能嫌弃，就是因为我吃蛋糕呢是一个很讲究那个奶油的人，我不喜欢吃那种太黏太油腻的那种，所以我如果真想犒赏自己，我就会自己买我自己想要吃的蛋糕，然后别人买的你就只能吃，你也不能不接受，所以 oh yeah 就是要懂啊，懂意思，就可能哦
你给一个姐姐吃，或者是给个表姐吃，或者是给个朋友吃这样，但是你当下收了要吃个一两口啊、哦，谢谢这样。但其实我这个吃奶油的人，我很讲究奶油，不喜欢太油腻的。我喜欢我朋友做的蛋糕。哦，真的是天才。很迎欢迎，谢谢451-6641的玫瑰。我8月17跟林庭仁好像，真的哎，你们都是八月，这是有七。肯定会影响大力的秘书，为什么？萌犬，明天9点还有直播，耶！9点看大家都会帮我说，真的是谢谢有你们，还可以有人帮我记，我真的觉得好幸福，好幸福。恭喜陈家树在黄金转盘单抽中获得萌犬，那是什么？好酷哦！浪客素16641，谢谢你的支持，宝宝，爱你哦，姐妹。姐姐可爱，姐姐很烦。我生日过了，但哦，没事，讲过了。萌犬是什么？陈家树，你告诉我，萌犬是什么？你抽中的是什么东西？肯尼，谢谢追踪。浪客，谢谢分享。Amazing 香香，欢迎。可恶，我十二月好孤单。没事没事，十二月圣诞节的季节，期待的季节，我最喜欢圣诞节。旅冠欢迎，我不是喜欢收到礼物，我是觉得啊、哦，真的是我喜欢圣诞节那个气氛哦，还家里一定要放一个圣诞树，有个狗狗面具啊，萌犬，等等他送你就知道哇，有狗太棒了，可以送我真的狗吗？可以送我真的狗，我想要狗，我想要真的狗，我明天再给，我穷，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没关系，家属。没关系，你给我真狗就好。那浪花1999，真的哦？那你抽到真的是，没关系，你不要给我，你自己留着。据点欢迎，真的狗不能送吧？送我狗，我想狗。我家都放那种 LED 灯的塑胶什么，塑胶圣诞树哦，那种的 OK。我们家之前也会放那种。可是因为我们家在山上，之前我们都会有放很大的树，大家一起过节，然后大家一家都会自己带礼物，然后去交换。我跟你讲，我有一年收到什么礼物，真的是傻眼。我收到三猪肉，因为是我们家族大家族，就叔叔阿姨啊、奶奶爷爷啊，然后表姐表妹啊，什么什么的，什么都很多人，然后就大概20几个人这样，就在山上。我们就过年，因为圣诞节是离我奶奶的生日很近，所以我们就会一起过。姚欢迎，然后我们就会，就是我们就会，就是一个人大概带，可能看那时候是预算是在几百块以内的礼物，然后去交换，然后就抽签这样。然后我大伯他。那时候掉到，他就射线只有掉到三柱嘛，然后他就啃一个腿下来，他就把那个腿当成圣诞节礼物，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抽到，然后我爸很开心，他说：“哎，我们家有肉吃。”然后我就心想说：“我不要。”这样，因为小时候你当然想抽到很可爱的礼物或者是玩具什么的，结果抽到三柱，我真的是傻眼。然后结果最后那个三柱就是。我们就把它，就因为我们刚好那时候烤肉，然后在山上烤肉，然后就把它烤掉了。那个晚上把它烤掉，然后吃大餐这样。我是觉得太好笑了，三猪肉怎么会落在我家我手中呢？我也太啊，不是说衰啦，就是啊，就是还蛮开心的。我这里有一只单身狗，给你白眼。我也是单身狗，我不仅谈恋爱，我到25岁都不能谈恋爱。你去跟我老板说，你要追我的话，你去跟我老板说。之前有帮朋友做过千层蛋糕，不过有点麻烦，应该下次没有下次。千层很难耶，除非你就做那种一般的那种蛋糕啊，就这样戚风蛋糕，那个蛮简单的。CHH 欢迎单身狗在这，好了好了，够了，单身狗集体出没，一整只没有，就是腿啊，
你是收到炒菜锅？我记得我们那一年我们是就是还有什么山猪肉，还有就是红包啊，还有什么弹珠什么的这样子。小杰欢迎，品涵最可爱欢迎，圣诞节家族要过，教会也要过，很忙啊、哦。你也是教会的、哦，最喜欢去教会过圣诞节，很好玩，气氛很美好。我收到佩佩猪的衣柜，猪衣柜，哎，很可爱哎。捏泥巴欢迎，让人哭笑不得的礼物是蛮好的。想吃绑个蝴蝶结比较可爱，你说山猪肉吗？那我等你到25岁，子宏老师，你听我说，过了25岁也要什么？也要经过姐姐眼睛哦。姐姐说话咯，千层不会难啊，只是麻烦而已。这一听千层就觉得很麻烦。4年很快到，那你们慢慢等啊。你们先慢慢等，一起等到25岁之后。杨雄欢迎，哇，我进入最强新人王了，谢谢大家。这什么标准才能进到最强新人王？杨雄午安，捏你爸午安，我在吃饭，我在吃午餐。这是汤叉子，是看阿力多强，什么意思？该储钱买阿力的嫁妆。我爸要的不多，应该就是帮他盖好山上的房子，铁皮屋那种也可以，不贵吧？说出我爸心声，我爸老了，他想要住进山上。因为我爷爷留了一块地给我爸爸，然后他要自己开垦，然后那个地是蛮大的，然后他要自己开垦是蛮累的。阿力饭前没祷告吗？有啊，我是刚刚自己阿妹就是在吃之前，我已经吃很久了，快一个小时了吧，我觉得。拜拜毛粮三班加油，辛苦你了，原来是大地主。我跟你讲，只要是原住民都就是大地主，因为整个山好像都你们的一样。送帐篷代替可以吗？不行不行，那个会风吹就没了，台风吹它就不见了，不行，那个不行。懒得打字不用招待，欢迎金宇子，欢迎。什么意思啊？住进山上？哦哦，对哦，这是另外一种说法，不是不是不是，他想要去山上住，就是他老了，他要去山上隐居。看一下，我一定已经去盖，夸张哎，你们不要这么无聊啊！我爸还要期许我们三个孩子，就说啊，我已经老了，你们赶快嫁人啦，赶快赚钱啦，山上把房子用起来啦，一这样子以后也是你们的家啦，这样子。我爸都喜欢讲这种话，然后我就心想说，我现在还在努力，等我。然后可能我姐心里表示说，我已经嫁人，然后我已经嫁人了。呀，你爸爸自己加油。好，我哥可能就觉得说，可能他赚钱要等个几百年，他还要娶妻耶，怎么可能？所以我爸现在靠我。这就
都开玩笑的、啊，不要当真。恩姐妹，你笑得很开心。一二三，欢迎后欢迎吉米，欢迎 QK。Q O K A O L K K 欢迎，上次约你喝咖啡，你怎么没来？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约我喝咖啡了？我怎么那么想笑？你这个嫁人的恩姐妹，你不要讲话。姐姐笑得很开心。建筑工程，哎，不错哦，这对我爸来说是蛮有用的。盖城堡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所以你们要娶我，可能要先帮我想一下关于我爸爸的房子这件事情，所以可能很辛苦哦。宝宝欢迎，限动你有来看啊？那一次有啊，我有去看，但是你有邀请我喝咖啡吗？是在哪个地点？你应该先提前跟我讲好，我今天去找你。也好，小朋友欢迎。请问要包多少三猪腿才可以？就可能一只猪就好了吧。然后因为以前都是我叔叔他们奶奶爷爷在照顾我，我叔叔有说不多啦，就是一头牛就好，要给我叔叔一头牛。我先学会打猎，加油。靠你们了，这就是你们男人真正就是该表现的时候到了。人好，小朋友，谢谢你的亲子馆，谢谢波波追踪，蔡董欢迎，山哥欢迎。要买多少升学证才能盖一个房子？但其实也不用到盖，因为铁皮屋就可以了，或者是后柜屋，还给我认真。后柜屋一个大概多少钱？20-30万就会有啊。一个后柜屋20-30万，太贵了吧。你自己学会就是弄那种砖头这样子，搞不好就便宜一点。这只需要材料跟人力、oh. 人力辛苦。先收购一间建筑公司好了。喂，那你不如就帮我盖了，你可以收购，那你就直接帮我盖了，你就代表你很有钱，还可以收购一间建筑公司。哎，我还在听姐姐怎么都不谈，就不谈了。我姐姐刚有谈歌吗？她刚有在谈吗？妹妹打，妹妹打是什么？我很美吗？谢谢。我也来练习打猎盖房子好了，你们要加油哦，靠你了，我靠你们了。桃园多纳兹啊，半夜约你喝，半夜我绝对不会出门，半夜绝对不会出门。我是一个很早睡的孩子，我不是夜猫子。图角错吗？不要那么高级，一只狗在山上陪你爸就开心了。没错，我爸从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养狗，然后小时候有一只狗很乖，它叫裤子，然后它是101种狗，它很乖，可是它走失了，然后它不知道去哪里了。然后之后我爸就养了一堆土狗，然后或者是腊肠狗吗？对，腊肠狗，太多只狗了吧。因为我爸爸要打猎，所以他就是必须得有狗陪他。然后之前他的腊肠狗，我有跟你们说过吧，他腊肠狗陪他去山上，然后被骨头蜂叮叮，然后他的一只土狗叫做 NONO 被刀砍头还没死。我是觉得他的狗都很辛苦，我姐应该知道这件事情，我姐等下在下面会笑。土狗很好，忠心又很好用，真的就是他们走失了，然后可是他们会找到。对啊，就是我爸那只土狗，就是他叫 NONO， 他就是很好动的一只狗。然后这个好像是我爸可能还是他的朋友，我不知道，我忘记，反正就是以为他是猎物，然后就砍到他的头，柴刀不小心砍到他的头。重点是他还没死。本丸 ，Hello 本丸，谢谢你的告白气球。蜜蜂不纯的原因吗？我家也有土狗。
为什么被砍 ？NONO 欠人钱吗？不是，是 NONO 他很好动，狗没事，狗很好。对，我们家那只狗很厉害，被虎头蜂叮它也没事，然后被柴刀砍它也没事，因为它伤口好像不深吧，就是一点点。然后，哎，那时候爸爸有带它去那个，爸爸有带它去那个吗？去看吗？就是去宠物中心看吗？有吗？我忘记，反正他现在还是很好动。他现在很好动，哈哈！我又来偷看了一下，等一下继续忙了，加油，本丸，谢谢你来看我。我们在聊关于狗被砍头的事件 ，NONO 砍头剩 ONO， 对，就只剩 ONO， 真的很猛哦！我们家那个狗真的是很厉害，他来还债了。身经百战的狗狗，所以要做我的另外一半，也是要一个身经百战的另外一半，因为你要陪我爸去打猎。一二三，欢迎！反正家里的狗都很健康，对，因为他们每天去山上吃山草，然后每天去山上跑来跑去，呼吸新鲜空气，对他们多好啊！狗狗就喜欢这样，难怪我爸很喜欢养狗。我爸爸养狗还爱比我们，就是他疼我们，就是他疼狗还比我们多哎，就是他家很多狗，还可以陪他睡觉。我爸的狗就睡在他旁边那种。第一欢迎，然后他的狗狗啊，就是那时候那就是腊肠狗很小只，然后他以前开他的车子的时候，狗狗都可以在他旁边，我们都不能在他旁边。狗都比我们好了，一定有加酒皮肤。加酒皮肤是什么？好猛，狗王真的是狗的免疫力真的高，真的。阿丽家的土狗几岁？我也不知道哎，因为我爸爸的狗就是走很多，就是离开的也很多，来的也很多，就是我也不知道到底几岁。他之前养的腊肠狗很老了，后面就去世了，然后。那个101中狗是就是走失，然后他现在有养两只土狗，从我高中嘛，高中就有了，还是我不知道高中吧还是什么，我就忘记了，反正我爸养的狗就是很多啦，不知道他在路上可以捡到很多狗，就是刚生出来小宝宝，然后没有人要的狗，被丢的狗，我爸都会捡，就会捡来。然后之前有一次我跟我姐姐去山上玩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在路上去山上绕，就是去看风景的时候，我们在路上有看到两只超可爱的小狗狗，就很像是刚生出来没多久的狗狗，我们就给他们吃东西，然后他们就一直追我们的车子，然后结果我就打给我爸，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养狗，我帮你带回去，他就说不要，他的狗现在已经很多了，不要再给他麻烦了，这样。Hello， 朝天椒 ，NONO 是不是有加酒的头盔？所以美是加酒的头盔。我觉得他可能是以前特种部队的狗。单身狗可以吗？嗯，那就是要成为我的另外一半，那你就要加油。狗狗真的很忠心，所以我真的想养狗。阿丽的另一半要被砍头还要活着，这条件真的是。我也会舍不得啦，什么叫被砍头，好奇怪的一个想法。我打篮球的时候被流川枫叮也没事，真的哦？会不流川枫没事就好，好恐怖哦，为什么会被叮？ Hello 6641欢迎，点点点欢迎，哈哈哈，你整天哈哈哈了。你爸是受老肖影响吗？养那么多流浪狗？没有，我爸就是路上看到很可怜，就是捡了。但他就是因为他很常跑山，他就是必须养狗，就是喜欢狗。心若冰清，欢迎。因为我爷爷以前，我们家的山上也是很多土狗，那其实就是要帮忙顾家的狗，就是好像很需要那种帮忙顾家啊什么的。粉刺河马欢迎 ，Hello 冰清欢迎。
谁来帮我砍看看？不要在那边闹了啦！我家不能养宠物，你们家住公寓吗？为什么不能养宠物？那种小老鼠也不能养，孩子都在外面，家里有狗陪伴。对啊，有狗狗陪伴吧，丽丽的吧，真的蛮好玩的。他是很好笑，很搞怪。对啊，我觉得我们家都可以变成动物园，觉得没办法再经历一次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是说狗吗？被砍了还可以活下来，洛丽笑欢迎 ，Hello， 你好。我的这个都凉了。好可爱哦，狗狗就是喜欢外面，他们就喜欢玩。对啊，我姑姑家养超多动物，她养狗，她养三只狗，一只鸟，然后蜜袋鼠、兔子，还有乌龟。我们家都是喜欢养宠物，就是你只要去到谁的亲戚家，他们家都会有宠动物，就有宠物，家里的宠物。就是去到，假如说去到叔叔家，他可能就是有狗有猫，然后什么一大堆。然后去到我姑姑家，可能就是去到我姑姑家可能就鸟、兔子、什么鹦鹉什么都有。叫叫叫！你今天不是请假了吗？刚刚才是说啊，我昨天有去吃寿司郎哎，这样子。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到藏寿司遇见娇娇娇小朋友，好像还缺长颈鹿哎，聊哪天是不是叫祖祖？叫祖祖去我们家就是一个宠物园，宠物动物园了。对啊，我们家就是真的，我们叔叔阿姨们都很喜欢养动物。OK， 你们是单身狗，没错，我也是一只单身母狗。有看过养老鹰的？真假？太恐怖了吧！拜拜，本丸，辛苦你了，加油，本丸。耶，叫叫叫，休息，刚好出去一个换一个回来，真棒。你们真的是互补，喜欢你们这样互相。叫叫叫来了，本丸要去上班了。你休息到几点啊？你可以看到几点？我亲戚家都养狗狗，真的，狗狗真的是，其实我觉得，啊，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我姐刚刚在看什么？你刚刚在看那个老高的时候，你刚刚不是有听到什么狗狗流浪狗什么，每天都是人都是喂人食，然后之后他们出去生存都会很难，是吗？哦，对，我刚刚有看那个狗狗啊，就是因为现在不是大家都每个人都会养狗狗嘛，然后什么都，然后都给它吃一些好的，就是吃很好的，然后之后可能狗狗放出去，就之后的狗狗就可能就在外面生存是很难的，因为他们都吃人给它吃的食物，然后出去之后。他就只能吃垃圾，然后他也没办法生存，就是他没有那个，就是他不会去，可能狗狗之后就不会去，我要怎么讲？我刚看到的，我就觉得哦，好可怜哦。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的把阿力丢掉哦，阿力会生存不了哦。可可，我傻眼，我傻眼，我真的傻眼。可可。对啊，你是不能把我丢掉，因为我就没有东西可以吃。我跟在我姐旁边，我是一定要有吃的，不然我会觉得啊、哦、很痛苦，生活痛苦。我没有我姐，我就没有大餐了，永远不会抛弃阿丽。你看，你们真好。你是说求生变弱吗？没错，没错，对对对对，这个意思。我刚脑袋在转，不像我们可以帮他们照顾他们的饮食。姐姐默默放冷箭，嗯，再叫你们不要抛弃我。
Hello， 俊盈，你们不可以抛弃阿丽哦。我也不会丢弃阿丽的，耶、yeah!。然后姐姐家就说：“你们也不能丢弃姐姐，跟在姐姐旁边就有东西可以吃，不然待在旁边就没意义。”没错，真的，就是人都是有那个力，就是你知道吗？跟在一个人旁边就是要有好处，没有好处就我就走。柳橙欢迎，因为我姐姐很喜欢带我，她工作结束完她可能很累，她就会说走先吃好料我请客，然后就耶、yeah! 这样子。像她昨天就带我去吃那个那个寿司郎，就觉得啊很开心。她有时候工作结束走我们去吃，阿丽的礼物我已经包好，包的不怎么好哦，我还没收到，是信吗？我想要看信，我想要看你们对我说的话，我想看到你们亲笔写字。我还没收到哎、欸，可能还没下来吧。上班中只能看，你只能看吗？没关系，姐姐还有缺妹妹吗？哈哈哈，姐姐缺。所以是有点吵。姐姐她缺奴隶，因为她觉得我这个奴隶都不听话。Hello， 日文欢迎，可以寄信吗？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耶，你问他们，他们会回答你。柳橙，谢谢你的柠檬水，我喝个水，好渴。去我抓一下嘛，揉一下。阿丽吃饱了，阿丽正在吃，我还没吃完。我终于鼓起一些力气吃东西了。好，赶快去吃保护队，你很棒。我看官网是可以的样子，那就可以呀、啊。那我期待你的信，准人，我期待你的信。就说因为很痛，是很痛，撞到的很痛，然后姐就说干嘛，你鼻子要断了吗？你整形的鼻子要断了？我说谁跟你整形？好哦，谢谢卷人。你们现在在听背景音乐是不是？还是你们是在等我挖鼻子？不是，是我有过敏，我就是换季的时候会过敏。伊凯欢迎，差点水是什么？差点水是什么？你说水灌在里面吗？我在等姐姐开场嘞，这前奏也太长，没有，她就只是在用那个音乐而已，她不会唱歌，她就是在用音乐，可以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把镜头往那边一点点，哎，你的头过去一点，谢谢，她就是这样，就是在用那种就是电脑音乐，她在这，我不知道在干嘛，反正随便她，哎，小声一点，谢谢，可能太干燥，哦，对，因为我干燥的时候鼻子会。而且我皮肤是那干性的，
先挂听一下，好，先忙先忙，我也是先吃东西，不理你们。贾鲁特欢迎。那个音乐，不要问。他们刚刚说他在整你，整你唱歌，然后结果你的开场太久了。我没有唱啊，还没有唱歌。我会吃韩式的，但。咖喱我有点怕怕，好听，他说好听。开图鉴，请找我，欢迎。林振东，欢迎。我最近真的太阳了。看到我一直在揉的名字，他家就红了。你看，因为太阳了，很像有虫虫在里面跑的样子。太阳了，不痒了，停了，我抓完了。吃完了，剩下两个。你们先忙，你们先忙，我也在忙。我忙着吃饭。没有。好，我把它折起来，我这样子。大家，我们很假。绿油精吗？没有吧，你不要一直打扰我吧。你不要肉脸，你家超丑的，你超丑，超丑的迪丽热巴。你不要管热巴，我就热。没事，一样的概念，四海也是一样的概念。欸，你很吵欸。我知道啊，我就在做音乐啊，因为我戴耳机很痛，等一下我吵。我旁边那个人说他昨天是迪丽热巴，他说他是迪丽热巴吗？你觉得像吗，姐妹？我是迪丽热巴的冷下来。我姐说不要污你。我是迪丽热巴冷下来的迪丽热巴。冷下来是什么意思？就冷掉了。他是冷掉的迪丽热巴。我姐说他哭了。啊！热情帅哭了，因为他喜欢迪丽热巴。你跟热情讲说，终于你的婚姻让你……我都觉得耳朵痛了，我会叫他安静了。所以啊，你耳朵都痛，我一直戴着耳机也很痛啊。他说：“姐姐真的像迪丽热巴哦，眼睛啊，眼睛啊，他是迪丽热巴啦，对啦，他是迪丽热巴。”他是迪丽冷巴，他不是迪丽热巴，他是冷巴，他是被冷却的那种，他不是热火热热的那种，他是没有人知道的啦。我傻眼，我真的是傻眼，我对他很傻眼，我姐真的是。又有一个自己说自己像迪丽热巴，我真的也是傻眼。有人说迪丽文巴。你要当温的，可以温和型的，可以。迪丽辛巴，他说凶一点的可以当迪丽辛巴。啊啊！我真的笑了，我真的笑了。好笑。我
谁想第一星班？太可爱了，卢卡乐。哎呦，被你们笑死了。你戳中我笑点。迪迪辛巴，辛巴，辛巴。我真的最后口了，先等我吃完，不要让我一直笑，要等下我会把饭菜都喷出来。然后一堆迪丽伤疤，好了啦，很烦呢、欸，我真的、哦，我菜刀喷出来，跟你们讲，这形象不行。Oh no， 我的迪丽热巴，对啊，我姐生气了啦，她等下说你们不要只拿我的迪丽热巴开玩笑好不好？哎、欸，迪丽热巴真的很正哎、欸，我最近每次化妆的时候参考她的妆容。他眼睛太大，小迪表示谁在叫我，然后小迪前辈也可以当小迪，小迪丽吧。对啊，我眼睛就太小了。哎、欸，这边不是有个特效可以让眼睛变大吗？来玩一下，大眼直接调到100，你看。脸直接调到最瘦，啊，不要好丑，大眼，好夸张，我的眼睛怎么变那么大？我要缩回去了，啊，这才是原本的我。刚刚那太大了，太恐怖了，修的精致一点，特效开到最强就是像迪丽的吧，因为迪丽的吧，她就是脸瘦瘦，鼻子很挺，然后眼睛很大，嘴巴很翘。阿里巴怎么感觉很难听？阿里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爱吃麦当劳，迪丽巴拉巴巴巴是什么意思？迪丽巴巴巴是迪丽巴拉巴巴巴是什么意思？刚刚真的有变吗？有啊，我刚刚把眼睛放超大了。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我吃饱了。满足，满足我。阿里巴巴，干嘛呼喊我爸的名字？如果爱跳舞，就是迪丽辛巴。好了啦，不要这样讲，我蜡笔小新的辛巴，辛巴。我找阿里巴巴，怎么了吗？阿里巴巴怎么了？来。你有什么话跟他说，我帮你转。我爸有时候会来看我直播，你们小心哈，搞不好他就在当中，我只是你们不知道。阿熊，我爸爸是一只熊，卖到广告哦。你说那个巴拉巴巴巴，他在打嗝。迪丽欧巴。哎、欸，你们想到很多吧、欸，好可爱啊！哎、欸，我觉得你们可以吃，你们可以叫迪丽煮的。岳父你好，你女儿好正，好，我帮转，我帮转说，你是说哪一个女儿？我们家有两个女儿，你要讲清楚是哪一个，是我姐还是我？谢谢。没人在讲你，谢谢。结果他说的是我根本不认得跟你姐。你要先说是哪一个？哎、欸，我先去洗汤匙，等我一下。不要给我乱讲，你全部迪丽阿鲁巴。你很烦、欸，我只能说在吵全部迪丽阿鲁巴。
岳父，你的够好强。好，我会帮跟我爸说，当然是你啊，最小的那位。谢谢，我爸都叫我猪小妹，我爸小时候都叫我猪小妹。所以我觉得小猪佩佩是不是有跟我爸商量过，说猪小妹这个名字要变成一个卡通名字，因为我爸小时候从小就叫我猪小妹。小小开车的阿力也很可爱，谁啊阿鲁巴？我姐说你们在场全部阿鲁巴，不是我，是姐姐，不是我。你爸是维尼小熊吗？我爸是维尼大熊，他是那个熊熊遇见你的熊熊，因为我爸爸肚子很大的，我看一下他是哪一个好了，胖达好了，胖达好了。我哭哭了。好了，我姐也很漂亮，哎，夸奖一下我姐，快点。迪丽热巴啦，迪丽热巴啦。我爸妈都叫我猪哎、欸，小猪哎、欸，我以前很胖，我小时候也是很胖。你不是都叫狗熊？我以前都叫我爸狗熊。啊，我先去洗汤匙，等一下。等我一下，我先去洗我可爱的汤匙。阿力去厕所洗手了，等一下。你刚叫我。这是二，这是一，这是五。我在变魔术给他们看。姐姐之后你们可以去找她聊天。去到 IG 上面看一下，姐姐 Hello， 你们可以跟他聊天啊。你们刚刚是在讲我？我又想了，干嘛？闭嘴！叫姐姐也开个直播啦。他后面的姐姐可以跳舞一下，她不能露脸，露脸还。她自己在那边谎称自己是迪丽热巴，等一下她真的出现了，真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就会失望透顶。姐姐手露出来，你也说很正，我真的觉得你们脑袋就是有。我还看到我本人，他真的会是大失所望。大失所望，我真的会大失。挡一下。欸，你刚出现是不是？你小心。我用手出现的。哦。台客欢迎，麦克四九零八二零，欢迎听你唱歌吗？等一下是姐姐直播，就这样子遮她的脸，然后听她唱歌就好，因为她也只有声音可以配出现，她没有什么用途了，她这脸蛋就是那样了，就真的就那样了，大失所望吗？不是那个大失所望，听你啦，我不要。因为我姐的形象不是那种这样子长头发的，有个性的美，她是个性美。我这个不叫个性好不好？我这个叫你们跟上。所以我要跟上你，是不是？我可能粉丝都会跑一半。我不勉强你们跟上。还有卫生纸？没有。瑞瑞瑞，欢迎！我哪有很快？我只不过开个玩笑。谢谢巨蟹宝宝柠檬。好了，我真的吃饱了，可以跟大家好好聊天。你姐之前在你直播间有录进过？过去式，你们都忘记了，就当忘记了。Purely purely ball，
你们都给我忘记吧！智障哦！零度小白欢迎，看他一直骂人。忘掉，不要再提起了好吗？我们不提往事友，只提现世。现世哦，桃园现世，我飞过去入境。我姐飞过去入境，好，可以。慢慢的人们会自我折磨。这首歌唱一下，快点。唱那个。怎么先炽热的缺陷脸？忘了改名了，对，改名了。现在能看到莉莉就好，没错。你就想着我姐跟我长一模一样。你们想看我妈的话，就跟我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们不用看我妈，就看了我就对了，就一模一样。我以为我已想清楚，现在能看到你的，我也忘了，只是觉得长得像迪丽热巴一模一样。对，就这样就好。你们真可爱。阿丽等于阿丽的妈。没错，所以你看到我这是觉得是我，就是阿丽的嘛，一模一样啊！你们可以问我姐，是不是一样，一模一样，对不对？真的好像有点亮。一样，对呀。CHH 欢迎。今天开到3:08。你妈翻脸翻哦。3:08还是3:00？3:00。干嘛？没有确定一下。3:00吧。Kevin 欢迎。对，我妈妈的脸比较方一点，然后我的脸比较小一点，但其实她五官都很像。阿丽下次要跟玲玲一起直播吗？玲玲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家直播。好啊，如果下次我有空的话，她有来找我的话，你们下次直播跟她讲一下。我休息刚好到3:00，耶，啾啾，耶，早安欢迎 ，Kevin 欢迎4905-5820欢迎。我觉得玲玲跟黄律师直播很有趣，他们有一起直播。有吗？他有跟秘书姐姐直播过。4516641欢迎。Hello， 保护队。安安啊，保护队。是什么事吗？吓到你们了？怎么现实的缺陷变了？你在干嘛？事故达成一，抱歉，刚有没有吓到你们？谢谢阿鲁的巨蟹宝宝。你先告诉我你要弹什么歌？是你刚才唱的，是你 key 不一样。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key 啊。要练习啊。好，怎么掀起了的缺陷变了，慢了到却听不到你的被冷着，看时光任性快破碎，依旧穿着快点慢了的人啊，会自我折磨。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理由，浪漫让你温柔，
也让你最让人泪流。谢谢。哎，听阿丽的歌声，过着优雅的下午。可以可以，要自信。谢谢姐姐，跟阿丽唱的真的好听。她现在又不理我了。阿丽午安。Hello 小竹炭芊芊。Hello 是祖祖的朋友。黄蜜是陪过玲玲两次，思雅那次和金燕姐姐那姐姐那次。哇，玲玲真的是她直播间充满了多次的，就是多样化的伟大人物，这种大人物。谢谢芊芊分享直播间。谢谢捏泥巴，我也一边上班一边听。谢谢卢卡乐，听阿丽的歌声变得更好吃，对不对？这是一种魔力，魔力呀、啊、魔力转圈圈。慢人好听，真的这首歌非常好听。我姐之前唱，我就觉得超好听的。Love you， 保护的 Love you。给大家看我上次夹到的娃娃，爱的魔力转圈圈，你可爱吧？小心。饭会变甜，哦，那不太好吃哎。饭盖就是要无味的才好吃，甜就有点怪。谢谢芊芊的 love， 来芊芊，我考你，祖祖什么时候要直播？告诉我。触电吗？什么触电？什么触电？阿丽的歌声听太多会糖尿病。哦，那你们要小心啊，要多喝水。来，推荐你们多喝水，先来一起喝一口吧。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但这个不能喝了，我只是假装。待会多喝水，哦，多喝水哦。哎呦喂呀，欢迎！用户名不能是空白，谢谢你，看好你哦。跟着阿丽一起喝水，跟着阿丽咚起咚。天使啊，这首歌是触电吗？爱的魔力转圈圈，祖祖昨天直播，我有去看。那他什么时候还有直播啊？你知道吗？我其实也不知道。水果教主欢迎，他是小竹炭，他当然就是祖祖啊。看一下，我看一下。看一下哦，哎，不是，他的大头贴不是主，是贾怡真前辈，也是一个很高的前辈，身材很高挑，身材很棒的。听到触电会想到漏电，为什么？夏清奇一跟闪打 ，OK， 没有就无聊，看到你芊芊想跟你聊天。阿丽看过漏电没有？看是很恐怖的吗？很恐怖的我一定都不太敢看，就是会害怕。我还没抽过祖祖的纸笔，希望梦祈祷可以抽到，希望芊芊能抽到祖祖的纸笔，希望芊芊能抽到祖祖的纸笔。也会抽到，会抽到，有一天有一天，明天让梦成真，包中几个祖祖耶，yeah， 对，我们一起看一起看，看起来李宁的诞生天之可乐，欢迎又回来了。有什么事几个月，恩姐妹欢迎。我先去丢垃圾，但它葬在这其实不太好看。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你们？没抽到现场看包子的名额，只剩直播了。嗯，直播也可以看啊，我们一起看。没事，芊芊。哦，所以他们是有可以现场看包子、看包粽子的人吗？是可以的。娇娇，你会抽到的。忙着，娇娇，希望娇娇可以抽到阿丽的纸笔，希望娇娇可以抽到阿丽的纸笔。我跟你讲，娇娇。不一定现在就是要
抽到，以后等我毕业，你想几张再给你，好不好？就是那种，就是啊，路上遇到就给你纸笔啊，就给你我的签名，给大家偷偷看一张我收藏的照片。其实我还蛮常跟米娜，就是米娜前辈会一起去看演出。上次那个紫红老师的演出在小河岸，然后我去，然后我就看到米娜前辈，她也有去。偷看一下，我跟米娜前辈在小河岸，嘿，偷看，只能偷看一下下。好，然后看一下她什么照片。分享一些照片给你们看哈。巧遇吗？对啊，巧遇，对，巧遇，真的是巧遇。但我那时候就心想说，会不会有成员会去看？结果真的，就 TV Band 啊，就真的有，就是 Mina 前辈。然后，对。然后我喜欢拍这种天空跟阿丽的照片，这是阿丽，但看不清楚。一个巧遇，没错，巧遇。我的耳机干。哎，你不要讲脏话好不好？不是啦，差一点就断掉。不好听哦。看一下什么照片可以分享给你们。我喜欢拍夕阳的照片，我也是天与丽，我很喜欢天空，我非常喜欢拍天空。诶，这是我姐姐的手机，她的自拍照。诶，对，怎么看不到？偷偷有自拍照，干嘛存下自拍照？看一下他什么照片。对啊，刚刚好特效跑上去。哦，给你们看一个，我之前去采竹笋，然后我走路的方式，这可以看吧？哎，你们不要笑，我去。哎，这个真的要给你们看，但我觉得你们比较笑。我先把灯关掉，我把那个刚刚一定要把灯关掉。我给大家看，这是一个我去采竹笋，然后那时候我怕跌倒，然后我就这样走。这个蓝色衣服是我，等一下我看。啊，我先把声音关掉。好，你看。这是走路，这个是我去采竹笋，你忘了看到我走路吗？因为那时候我怕跌倒，我走路就先这样，好笑。再给大家看一次，好像企鹅吗？看，不是因为我手里拿着竹笋，然后我怕跌倒。菱形像，我真的怕跌倒，我不是故意的。然后我姐就把我拍下来，不是因为你那个很斜，那个路真的是这样子超斜的。然后如果你正常走的话，你如果这样正常走，你会丢下去，你真的会跌倒，而且那个有溪水什么的。然后加九力出现，你看，给大家看照片，因为我手里是拿着竹笋。你们看到？哎，我跟你们分享好笑的，你们。但其实是因为我想让我姐姐他们笑，因为我们那时候工作很累，我就想说开个玩笑。结果我姐就给我拍照，也蛮可爱的啊。这步伐。小贩他们比较危险吧？没有，因为我那时候拿着竹笋，就是竹笋都这么长，啊，然后结果手里就觉得很重，然后就这样晃晃晃晃晃走下去。
看一下什么可以给你看。浪客素1664欢迎。现在没有什么照片可以看。再来好笑的吧，我在找啊，如果找到就给你们看。哦，这个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你们看得懂这个意思。嗨，幼鹰欢迎。 Hello 幼鹰欢迎。这个图案真的很好笑，你们有看懂吗？你们应该有看懂，我觉得很好笑。这是我姐储存的照片。哎，我姐怎么都把我拍了？这之前好像你们看过哦，对对对，之前你没有看懂，没有看懂，那我也是没办法。开玩笑啦，开玩笑。对啊，其实那就是他的鼻子。对啊，对啊，你有看？再给你看一次，就是你会以为说那个是他的眼睛，结果那是他的鼻子。这个是鼻子，你们看到吗？这是鼻子。哦，不要有特效，等一下我先把特效关掉。这个是鼻子啊，然后这是鼻子嘛，然后这是嘴巴，他嘴巴打开了，但他有盖这个帽子，结果这是他的眼睛，打开他眼睛其实长那样，吓死了，很好笑。对对对对对，看一下什么照片。好，我给你看我刚睡醒起床的照片，然后旁边是我姐，所以我故意把它拉大。对，我们去吃早餐，然后这刚睡醒的照片，然后头发很乱，那个吃早餐的时候。OK， 然后还有什么？看一下，然后还有这种，这种，这是这样。好，然后。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是我唱歌的时候。就这样，好，谢谢。好吵了，看一下什么好笑的照片分享给大家啊！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影片，一个抖音，拍那个抖音的，我给大家看。等一下，但是要等一下，他在跑。阿雷，我想要我的手机。等一下，不是我在分享照片。就我跟住啊。等一下。不能这样。你们不要吃醋哦，给你们看。你们有看到吗？再给你们看一次。怎样呢？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们就把他想他是假的。白也很棒，好吧，那是什么 app？ 就是 TikTok， 就是抖音啊。我起床拍了这种照片，这个也是刚起床的时候，然后去吃早餐。怎样？很喜欢拍这种。我刚起床，然后他就在，他喜欢拍这种白痴的照片。怎么那么好笑？然后硬要这样拍。Hello， 最中意猪猪欢迎，雨雨欢迎，二次元也不放过，出来打球。对啊，真的是。看我拍的天空很美吧？就
这是我拿到姐姐手机拍的，很多云，三朵云。然后我们在吃饭，然后我在看手机，他这种脸他也要把它拍下来，他就很喜欢拍这种我突然就是可能不知道在干嘛的时候就把它拍起来。看一下有什么照片，等我哈，你们愿意等我吧。很日常的照片，对啊，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丑，很丑很丑的那种。哎，我给你们看这张照片，你们不能觉得我很浪费，很浪费口罩哦。因为那时候我没有绑头发的，然后我就用那个口罩的那个地方去绑头发。你们应该看得到，这个上面是口罩，然后我用口罩绑头发，口罩的那个线绑头发。这上面是口罩。对啊，然后那时候我一直找不到橡皮筋，然后最后我就把那个口罩，哦，真的可以跟嗡嗡比，它的造型真的是很多。阿丽，我手机。哦，我再试试。不行，快点。快恰恰。快点啦！你恰恰。小倩是你，没有阿丽穿比基尼，没有完全不会，因为。好像哥哥的发型，哥哥一恰恰，他在忙，要等一下，大概再等个十分钟，他就要给我。我要乖欢姨又撒娇，我对我姐会撒娇。我都会说，哦，我想吃那个嘛，好啦，一口就要一口。一口没，好啦，一口啦。然后他就说：“你不要吵，走开。”两恰恰有吗？没有，他不给我两恰恰。耶，恰恰！他把手机还给我了。我在找什么照片？怎么那么像女儿？我是小可爱呀、啊。哦，这种照片他还要拍。我们那时候去高美湿地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拍这种，因为那时候风很大，然后就给我拍这种。头发超乱，乱到不行，这根本是炸天。你们看到我很像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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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我突然想不到那个卡通叫什么，反正是头发飞高高的，触电吗？没有，这是风，那真的是超大的风，它风大到真的是把我吹头，我快把我吹走了。然后这是有一次冬天的时候，然后我找不到，哎，等一下，我找不到袜子，所以就穿那种两个颜色不一样的袜子。你。等一下有什么？啊，这个是经典，这是我早上起床，真的也是早上起床，然后去吃早餐的时候的照片，你们不要笑，很好笑。那个这个上面那个是特效，但是这是我的睡衣，然后里面是睡衣，然后披个外套，穿个拖鞋就出门。我形象都没了。他喜欢拍我那种刚起床的时候的照片。完全被那个驯鹿的头吸引了，所以我觉得可以。就是有时候你起床就是很不想要，然后就是不想要打扮啊，所以说随便穿。
出门吃早餐。然后这是我金发短发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怎么？这是金发的时候，有一系列吧，没记错的话，这是金发妞的时候，看，给大家看看，但是有点太不光了，是没办法拯救你们。好，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我那时候头发很金哎，这么金，就是真的就这么金。很金，超金，然后化起妆很像是那种台妹，然后就是台妹，你们懂那个意思吗？很像我是台科的意思。好韩系哦，那时候染金发真的是比较超亮的，亮到不行。有啊，我记得我给你们看过，就是这么金的时候，真的是这么金。反正就是很精，这个过吧，看一下什么照片。还有这种照片给你们看，我姐欺负我的，脸比较圆，对，我以前脸比较圆，小时候很胖，这种，啊，这是我的脸，然后被我姐姐这一脸抓住。好笑，什么加酱布是什么意思？金发就这样啊，以前就是很，你看很金的时候，就是哎，他为什么那么，我把是不是我脸太亮还是怎样？啊，对，嗡嗡前阵子是金发。还有这种照片，就是他每次都帮我拍一些很奇怪的照片，就是看起来很会跳舞，什么很会跳舞？这种啊，他就说你跟旁边那个 model 比，然后结果就这样。其实我出去都超邋遢，我都穿一个球裤，然后一个拖鞋这样，一个 T 恤，然后戴帽子这样，很丑，超丑。然后那个姿势是什么姿势？可以告诉我？哎呦，好笑！汪汪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才染发的，严真真其实对啊，对啊。对啊，我每次都给他拍很奇怪的姿势。看一下还有什么。我现在在找还有什么照片可以给你们看。怎么适合参加放下偶包不怕做奇怪事情？就是我没关系的，我很愿意做的，因为我觉得自己也觉得很好玩，会觉得很好笑。还没。哦，你要休息时间快准备哦，娇娇娇，你要准备，我以为你是说我。对啊，你要休息，你要走了，你要走了。哎呦，真不行！我好像在他的手机找不到我的漂亮的照片，真的找不到。都是这种，你看，都是这种的，然后还有。
这种。拜拜，娇娇。拜拜，娇娇。辛苦你了，上班加油哦。拜拜。我等下也差不多要关了，差不多了，差不多。还有这种，那时候在拍照，然后我就说我要当公主，因为那个是一个公主的那个。拜拜，娇娇，上班加油，要吃饱哦，要吃饱，睡饱，休息好，不要太辛苦。送你一张美照，我真的是不知道什么他都要把我拍成这样。我不知道什么他帮我拍的，我就跟他说我要戴，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那样戴比较好看哎，然后我就觉得超白目的他，真的是傻眼哎。给你们看的，你看我的吼吼也是姿势很多，我回到家他的姿势都很奇怪。我都学我的吼吼的。金发照，你看，很短，头发很短，但是好像看不到，算了，看，那时候我染金发的时候很像我的吼吼，你们看，因为我的发色跟那个吼吼一样，一模一样。下次会想再看，希望有机会可以看到，希望可以看到。可是我都很喜欢拿我姐的手机拍这种很丑的照片，就是那种鼻孔露出来的，这种鼻孔露出来的照片。这时候也很短。什么是阿丽？都是阿丽啊！我现在给你们看的都是阿丽，都是阿丽。但是因为我觉得看不太清楚，所以就不想给大家看。好像没有什么好笑的照片。我给你看为什么，我给你们看为什么我们家这么多小朋友，你看，黄色衣服是我，然后是我们家小朋友跟我玩，你们有看到吗？阿丽你好了吗？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快好了，我差不多直播差不多了，对啊，我们家出来小朋友这才是一点点呢，然后等到我们家小朋友全部出来的时候就哇爆炸，超多，可以开幼稚园了。还有在拍这个，好好笑，拍这种照，这是我。对啊，跟小朋友玩就会变年轻。最后一张照片，我要关直播了。这是开玩笑，这个很好笑。现在没有照片了。哎，我有穿和服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要把切，对，穿和服的照片，等一下。那上次去哪里玩了？忘记。这是阿丽，看不太到。
现在看到，好像看不太到，算了算了，真的是看不到。好了，还给你。嗯？还没有。快了。好，我差不多啦，你要录了？对，我到三点啦，差不多啦。已经三点多了。因为我今天晚开三分钟。哦。嗯。我姐姐要她工作，我先我差不多要关了，我先把时间让给她，因为我也差不多了，所以 ，sorry， 我要念那个喽，榜喽。从十五名开始，十五名谢谢朱里恩，谢谢朱里恩。十四名谢谢坤坤，坤坤谢谢。十三名季风亮，谢谢季风亮。第十二名是变成星星柠檬，谢谢变成星星柠檬。第十一名是用户名不能是空白，谢谢用户名不能是空白。第十名是玉超，谢谢玉超。第九名是傅伟，谢谢傅伟。第八名是林庭仁，谢谢林庭仁。哎，林庭仁的大头贴很美哦。第七名洛丽夏，谢谢洛丽夏。第六名是玲玲的单纯天真可爱保护队，谢谢玲玲的单纯天真可爱保护队。第五名是最重一壶什么猪猪的猪猪，谢谢你猪猪。第四名是柳晨，谢谢柳晨。第三名是阿飞，阿飞是那个猪猪哎，好可爱哦。第二名是本丸，谢谢本丸。第一名是加速，谢谢加速。Hello， 来跟大家说拜拜喽，谢谢你们哦。拜拜，他哥拜拜，家树拜拜，古早味拜拜，陈拜拜，保护队拜拜，洛丽夏拜拜，妮妮拜拜拜拜拜，明天见，林庭仁拜拜，嗯啊拜拜，拜不水果教主拜拜，俊宇拜拜拜拜，显迪奇拜拜拜拜，显迪奇前辈拜拜，阿丽拜拜，妮妮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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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